咁當然啦，今日我重點介紹咧，都唔係呢幾隻嘢，其實係呢一個，就係但係我哋講咗好耐，一陣我就會播片嘅。我頭先玩完一輪啦 ，OK。雖然我嘅操控係麻麻，終於到貨啦，係 Air Selfie 第二代嘅航拍機，美國嘅大牌子 Air Selfie。唔好睇淘寶，你唔好同我講嗰啲 cheap 嘢 ，cheap 嘢嗰啲我先慢慢講 ，OK。現場賣廣告啦，個 timing 都唔錯嘅 ，OK。咁呢一個咧，之前我哋講好耐好耐啦，咁當然啦。在今日我接觸過，終於接觸過呢個 supplier，OK，呢個香港嘅代理，正式總代理 ，OK。之後其實我發覺佢其他嘅產品，可能大家會更加中意，更加 interesting。咁但係呢部嘢咧，我都覺得非常好玩嘅。不過頭先我玩到咧，唔肯記得插翻電啦。如果唔係喺度多裝當場表演 ，OK。咁呢一部咧，嗱見到一個大盒啦，開裝嗱，大家其實喺點講啊？喺 Facebook 啊，或者淘寶啊，我諗大家都見過呢只嘢嘅。咁但係嗰只嘢咧係 Air Self 係應該叫 Air Selfie One。嗯，呢個係 Air Selfie Two 係第二代。OK， 佢同 Air Selfie One 有咩唔同咧？第一就係佢係更加穩定嘅。嗯。OK， 第二以前嗰部咧係要差半個鐘頭就玩三分鐘，而家呢個咧係差十分鐘到咧係可以玩六七分鐘。當然佢個行員就 advice 我哋玩五分鐘，但我試過玩六七分鐘嘅。嗯。咁你咧有呢部嘢，即係個手機入邊裝個 Apps 咧，可以飛20米咁高，嗱，20米就60尺，咁我就未試過嘅。嗯 ，OK， 咁係一個自，你可以話佢自拍，因為點解咧？其中有一個 function 啊，就係佢認住你個，即係 capture 咗你個樣，佢認住你個樣。嗱，譬如佢咁樣，我喺個街度，我個頭咁樣，你唔使撳任何掣嘅喎，佢就自動跟住我咁樣拍咁樣啊。掂喎。咁當然啦，你如果喺度，專登咁撚樣，係咁又再又喺度轉嚟轉去，又未必跟得你咁快啊。但係譬如我喺度，即係我自己拍緊嘢咁樣，咁佢會跟住嘅。OK。今日我玩咗咁耐咧，其實咧要學嘅，我認為嗰個上下左右，但係唔難。嗯，最重要嘅係咧，嗱，佢係行貨啦，佢係任何非人為損壞，包括跌爛，我問得好清楚啦。總言之，唔係惡意損壞咧，唔好講咁多，一年保養，一換一，一換一。嗱，呢一隻係金屬嘅，嗱，好輕身，你睇下，好輕，輕過電話好多。嗯，係喎，係嘛，好靚仔。咁只不過係咧，你點樣用啊？開著部機 connect 咗佢，用 WiFi， 咁就已經可以遙控啦。啊，咁究竟賣幾多錢咧？嗱，唔好咁關心錢住，我哋最緊要係講翻個用途先。嗱，而家坊間一個咁嘅航拍機專業嘅，我講專業即係可以拍戲啊嗰啲咧，又未知嗱最貴嘅幾萬蚊都有，但係一般嚟講咧幾千蚊，四五千蚊啊，三四千蚊啊等等啦。咁如果你一般人，我哋真係唔捨得買嗰啲嘅。OK。咁你就真係可以考慮呢一個 Air Selfie 啦 ，OK 金屬呢、這、一個，因為呢一個咧佢有兩隻嘅，一隻就有埋個 cover 可以俾你插電，嗯，一個就冇 cover， 冇 cover 嗰個係1880元裝行貨，有 cover 嗰個2100，嗯，嗱本來咧作為一個正常 sell 嘢嘅人咧就係講咁多噶啦，我唔會嘅，因為我係俾你哥，我係大家係當係大家老友記，大家考慮呢個。又或者等你稍後咧，去出另一個版本係800多元嘅啫，平成1000元喎。不過嗰個就唔係金屬，係膠。咁我三番四次問，咁咪會跌撚眼。其實咧，根據我代理話咧，其實都好難跌爛嘅。嗯 ，OK， 即係你唔係嗰啲脆卜卜嘅膠啊嘛。咁但係當然咧，成個感覺係另外一件事啦。咁大家去諗啦，喂，我係咪要俾多成1000元買個金屬嘅咧？咁睇你點睇啦？我覺得真係，如果你話係長期玩咧，因為佢由即係今日我哋喺個寫字樓係咁玩啦，又落去樓下玩咧，就覺得好過癮，而且影出嚟個畫面咧係1080高清，嗯，亦都可以影相。咁我覺得如果你話想試下真係航拍，係自己控制到，因為點解有啲人去廟街買個三嚿水靚仔玩嗰啲，又話係航拍，咁結果出嚟係點樣咧？大家心中有數啦。嗯，但我又唔想使到話幾千蚊買部專業嘅，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非常合理嘅。第一，佢容易袋咧。嗯 ，OK， 淨係好簡單啦。你諗下，你同你條女相妻，咦咩？喂，阿 Cynthia 唔好喐啊，做咩啊？一掟喺上面咁樣對住你哋喎，一 capture 咗個樣啊嘛，咁樣影，一撳個掣，上高居臨下，哎呀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啊！嗱咩嚟㗎？哦，呢個係 Air Selfie 咯，美國嘅產品啊。因為我中意航拍啦，但係你話如果有太大部機，有時唔方便。嗯，特別係你啦，呢部我送俾你嘅。啊！你真係體貼，喂，就係咁樣噶啦。OK， 喂，仲有喎，譬如你諗下喎，好多用途喎。譬如航拍隔離，你出去打野戰。OK， 你可以自己唔
好拍人哋咁撚衰，拍自己。咁當然啦，你可以拍人哋係 O K 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呢個鏡頭飛咗上去之後咧，佢個畫面係點樣咧？就喺呢個電話度出現嘅。你係睇住個電話，個鏡頭，咦？隔離屋真係卜嘢喎，譬如咁啊，即刻呱呱影相，又得拍片亦可。咁當然我梗係唔建議做呢啲嘢啦，但係我覺得咧呢個產品咧，我自己就等，因為其實我就自己上咗手好耐啦，但係一日未有貨咧，我就唔會特別推介嘅。咁我覺得咧，如果我哋有朋友係想試下航拍嘅，係真係可以控制到嘅，因為我好驚買啲嘢咧難到咧，屌你諗起，你好似有啲難到你自己都驚嘅，即係喂飛機嚟啊嘛，咁太難啦。佢呢個係容易嘅，因為我好蠢嘅呢啲嘢，但係即係因為個 mon 就係咁樣，你其實你就咁樣轉。上下咁样佢就得㗎喇。咁就好容易用。咁如果有啲朋友呢想话啊都试下嘅，又或者当支持下我哋个台嘅。咁我稍后就会上摆上我哋个网站啦。当然你可以上现场买。係啦。咁我亦都可以入钱，我最 advice 嘅就係入钱落我哋公司户口， send 张收条俾我，我哋寄俾你又得。我哋你上嚟攞又得，反而 PayPal 咧就太貴啦，大家知道。當然要郵費啦。郵費都好平嘅，因為你個太輕，2.8盎司。嗯。甚至乎咧，個我哋個代理商話咧，其實可以同佢郵寄埋嘅，咁可能都係10蚊20蚊。嗯。因為輕啊 ，OK。咁啊，上嚟買又得啦，咁我都會備貨。反而其實今日我陸陸續續咧，我將我今日收到嗰啲貨啲資料，我試用曬之後咧，特別係 iPhone 用 iPhone 嘅朋友，我去啊。佢呢間公司代理咗一扎咧，iPhone 啲 case 係丹麥公司做嘅，好靚，賣幾錢啊？100蚊、200零蚊，咁唔貴啊！周圍我哋賣啲 case 都要咁樣嘅價錢啦。即係你話喂唔係啊？我去花園街買10蚊嘅，呢啲係你嘅問題。你作為一個喂我啤你求撚期一部 Samsung 69啊，求撚期買個套都2-3嚿啦，呢套仲可以變身，屌你老母閪！幾撚神奇啊！屌你老母可以拆撚到咁撚樣啊！屌你，我唔知係有心定無意都拆撚到咁撚樣嘅，你膠水都拆，但係嗱拆到咁樣都好，即刻擺翻埋去，幾撚神奇！嗱一擺翻埋去嗱，我做俾你睇，唔係啊，最主要係我擺翻部電話落去咧，好撚神奇啊！你點攞唔到出嚟啊？得得含啊！嗰啲就係個價值啦，就好似我今日講嗰個，我同大家講嗰個iPhone。嗰、那個有6個鏡頭嘅 iPhone case 咯，喂呢啲真係抵到不靚到不得了，係真係專登 design 俾 iPhone 用的。OK， 咁呢一個 Air Selfie 2咧，咁我希望大家咧有買就趁手，又或者上嚟下個禮拜上嚟我哋 Studio 連埋我哋 Street TV 一齊咧，咁呢一個咧買定 ，OK， 即係我覺得送禮都一流嘅，1888、2188，記住係一年保用。一個換一個有問題 ，OK？ 除咗呢一個嘅惡意破壞，即係話跌爛啊！唔好講咁多啦，換個部俾你。咁基本上都跌唔爛啦，你睇佢金屬 ，OK？ 咁啊，我今日試過又好玩嘅，當買嘅遙控機都唔撚止啦，仆街 ，OK？